中央这是进入的大日子，中晚当也算伫即天进行秋季制作，加上即几天都要开始进行为期450天的进修工程，所以一些是更加受到大家重视。那来自全国各地每一个县市都回来这里祭祖，那表示我们慎终追远哈啊知恩报本的这样的心境，来对我们的祖先呢做一个祭拜祭祖，希望把这个祖德能够弘扬。秋节结束了，自明仔开始所有的修复的工作团队特别来进驻工地目前预计是450个日历天要完成。今年外修复工程了解完，表示已经甲厂商协商过，修复过程中袂影响到垦地中湾等来公马，所以目前也无拍算将公马刷位。目前就是含厂商有一个协商，就是讲在修复当中，阮的公马坎面顶要装这个工作平台，意思就是讲。那当你现这个触电的时间，换下也是袂去影响到阮原来伫公马坎内底的公马呢。所以目前是也无拍算要将这个公马另外刷位啦。未来是毋是会影响到春节甲秋节？了解完表示，也是爱看修复团队的进度，逐个来决定。如果那无法度伫这个正电啦，做春秋两节，阮都有可能会刷出去外口另外布置一个。规定哦，即春秋两节，因为阮即个风俗已经几百年来都唔捌中断过，所以一定会继续延续的。中湾灯的制作仪式已经完完结束，了解完表示也希望刷落来为期400多天的进修工程，会当顺利进行，顺利完工。记者吴雄平采访报道。